喵一眼，速闪和风眼我都想看一下，还是看风眼吧。最后一把，比赛没那么快，比赛哪那么快呀？老李头追猎风窗，比赛你不得到个4:20啊？不对，14:20。机械师这边如果划一道，那这机械师要瞬间没啊！还好这一刀没划到，那机械师还能扛两刀。追击的过程当中，机械师有一次翻窗的机会，但他这边没有翻，而是选择拉到正三，利用这边的板子来进行一个拖延。这只能是拖延了，这边可能找机会打一刀，然后闪现娃娃放，这娃娃都没放，开局就被机械师被那个风眼找到，其实还是蛮伤的。这里是想要麦子求荣，但风眼说我不吃这一套，什么麦子我不接受，我只要你，我的心中只有你啊。这个点应该是跑不了了，闪现都有的，里面一个佣兵保不了。找机会追猎起来，闪现省下。节奏上来说还行吧，因为这里对于求生来说呢，就是看机械师能不能保住这个儿子，能保住这个儿子，多修点电机，这把求生者还能打。要不然的话，求生者最多是个保平局。对于风眼来说，就是挂上人以后，这边就可以选择，因为这张椅子是贴墙的，他直接一封，对吧？你如果说不来救，我就划你们电机；你来救，那不好意思，这边可能，对吧？要保的人就很多了。还好这边是机械师帮佣兵扛了一刀，没有吃到一个双倒，吃到一个双倒求生者，这把就变得很难打了。我觉得这波秒救还是比较理智的，也是思路比较清晰的。你这种局如果不秒救，你外面三个人的电机基本上修都修不了。在这种顶级风眼面前，就是你不救，我把你的所有电机全部封死，别修了，好吧，大家都别修。秒救完了呢，至少对吧，其他人还能够有所动作，但是风眼这边依然是得理不饶人啊，继续找机会，直接把这个佣兵给划死了。感觉这一波划求生者伤的有点重啊，这一波直接感觉有一种那种对吧，脊梁骨被打断的感觉。佣兵倒了，勘探员半血，守墓人还划了一刀，那你待会儿这个机械师怎么救呢？又要秒救，又要秒救，这里风眼已经有所准备了，各种滑挡住啊，不给你机会，这里还能够趁时间来管一管电机，一刀打救出来，再追倒地挂飞。好，现在又是一波开始滑滑乐，别想碰电机，好吧，一个都别碰，全给你封死。这里有闪现的，有闪现的，但电机还差最后一台，还差最后一台。结实倒地，闪现一刀，再一个倒。你看，结实这边最后一台电机被牢牢的封死了，进都进不去，更别说修了。老李头对于这个电机的一个掌控，真的一点机会不给。这边开始强摸三块磁铁的勘探员，想来保一手。问题就是他们这个电机现在不太好修，我们看啊，就碰都碰不到，现在只能是让队友去把这个能量耗掉。但我们这边一眼没看见啊，这勘探员是通过自己的磁铁的一个牵制，把这个机械师保了一轮下来。继续封电机。哇，又封死。
这里还要找机会来拦一手勘探，把你夹住，我先把戒指挂飞，待会儿再来处理你。守墓人起来了，佣兵那边的电击还差一丝，还差一丝。挂飞以后准备打开门战，看一下开门战。由于求职者前期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紧的，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把那个大门和小门两边的这个能量消耗掉，也就是说老李这边还有一波封门的机会。80秒的技能，人封一边门。哎，这佣兵胆子是有点大，在封岩脸上就欺负你，对吧？追不到我，我手上还有两个护臂，但小门被封住了。现在求生者跟屠夫处于一个僵持阶段，如果说是四黑的话，可能会靠比如说勘探员这种，对吧，有成长性的求生者来吸引，然后让佣兵和守墓在小门那边消耗能量，找机会把小门开了。果然这边还是要去把能量先消耗掉。哎，勘探员来吸引。哎，这跟我说的一模一样，突然感觉我是一个，对吧，预言家呀。因为你让比如说佣兵在这边吸引，风眼根本不会来搭理你，你只要不开门我就不管你。哎，这边马上待会儿闪现好了，但是门蹭掉多少我们不知道。现在佣兵半血，守墓人半血，勘探员继续来搞事情，吸手能量上面不是很够了，要慢慢的人往那边贴，但是勘探员的磁铁也不够了。佣兵开门，好像能开掉，好像能开掉，好像可以，有闪现的，闪现一刀，佣兵扛住了，漂亮。那边跑地窖完成三跑，这把求生者在开门战的时候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配合。